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要来继续玩《Light Chapter Three》，以谎言为食的龙与黄金色的怪盗。上一次我们是获得了 Bad End， 然后我上网查了许久，呵，还好啦。一直想说到底哪里有分歧点，也一直也没有选项的，对吧？选项的分歧点，后来我看到是这个眼睛，说是。因为我跟他对话一次，我就离开了。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进去，不进去的话就一定是 bad end， 进去的话就会根据网络上面资料显示，会依据我们的等级来确定是 good end 还是 bad end。我们现在是等级8嘛，试试看。没有，还有一个 neutral， 就是中等的。好，我们就进去看看。好，这边进来了，所以。不对，这样的话应该在这之前刷等级齁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这样进来。所以他们躲在这小房间里面，结果没用到计划 B 呢，明明 Innos 会变成有趣的事呢。哦，我以为他是在用很奇怪的笑声笑，结果原来是被蒙起来了。这边眼睛跟嘴巴都被捂起来了，手也被贴起来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完全听不懂呢。而且这个还相当的坚固啊！喂 ，Innos， Tio 穿着绿色上衣吧？他看起来已经不是能说话的状态呢。果然是那样吗？太过尴尬，干脆保持沉默吗？不，我想那只是原因之一。说的也是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等等，你没问题吧？是啊，不要紧吧？我们在做这种事情哦。那之后我们开始在这个小镇生活，而现在，我变成发明家 ，Jin 啊，是技师，而且 Cyrus 是怪盗，然后我们两个也会协助他。哦，是女生的，女生的他哎，我一直以为是三个小男生。妈，看来我们没被栽培成为正常人啊。Tio 好像也靠着诈欺之类的事在赚钱呢。想起那个时候的事了吗？你在意吗？是吗？如果那件事变成 Tio 的累赘的话，我很抱歉，我们真的是 Tio 的负担呢。不是的，那个时候我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。是那样吗？ Cyrus 告诉你很多了吧？现在不，从以前他就一直那样。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思考了很多。尽管如此，我到现在还是相信着 Tio。即使 Cyril 心中某处应该还是一直挂念着那件事，证据就是里奥赫兹，他从未舍弃与这个姓氏的联系。没错，我们三个人也是，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里奥赫兹。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还真是乘着气势取了个相当中二的姓氏啊。有点太过帅气了吧？自报姓名时还稍微犹豫了一下呢。啊，对了，这是 Tio 想的名字吗？没想到我们还能像这样一起聊天呢。顶楼上有 Sari 在哦，就这样过去的话，之后真的会给你对你下致命的一击的。如果 Tio 开口的话，我们就偷偷来帮你开路。不用了，因为得向那家伙道歉，不道歉不行，是吗？知道了哟，就叫你别勉强，还是会去做的，这点还是没变呢。Sarah 的事就拜托你咯。这样子到底是不是等级够高的证明呢？即使经过这么多事情后 ，Siri
算舍弃里欧赫兹这个姓氏的联系。我们彼此之间或许有误解，但是我会支持你的。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啊，因为我们也做了那样的事。明明 Tio 叫我们从那里离开，去过正常的生活，为我们做了那些事。果然，正常的东西对我们还是不适合。呵呵，对不起了。那时候的事，那之后的事，全部自己的谎言发出味道了。哎呦，我们先不要打，看有进去，我们这个等级是不是可以的？我们现在八等嘛，对吧？七等，八七，这次可以进去吗？不行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是的，好了，跟到这里来了。我想已经为时已晚，现在开始要做收尾的工作了，来结束这一切吧。变身了。啊。好帅。是的。不对，那是谎言的味道。是被谎言附身了吗？是啊，没错。虽然如此，跟之前相比也没啥改变吧。你说是吧 ，Effie？ 跟之前的他不一样。是啊，被谎言附身的人会迷失自我，并攻击其他人，没错吧？哎，这边好像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要吃掉它，所以就是等级不够的意思咯。啊，蓄力了，不行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然后我们再加龙吼，然后我们再等一下。我们用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，再打一次。他蓄力了 ，Yes， 赢了。没办法完全吃掉。嗯，也是啊，因为我太弱了。没事的，因为我会好好的保护你。这怎么会有强大的能量反应呢？这是诺小姐的力量哦。她打算将力量一次释放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她还才出生不过一年呢。以那娇小的身体，使出了强大力量的话，身体会无法承受，就此消灭。哎。是吗？这是那位小姐的选择吧？Effie 超进化！当力量增长并且解放的话，真的会成长的呢。喂，因为做了约定呢，友好要保护你。虽然没办法马上变强。成了这个样子，虽然说的话你听不进去，被你弹额头，点心被没收，还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但是也一起去了各式各样的小镇，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，吃了好多好多的谎言。没有戏的话，光是只有我一个人，肯定无法得到这么多快乐。所以呢，最后就由我来帮戏的吃掉谎言，因为。我一定是为此而诞生出来的吧。虽然在最后，我使了点任性而违背了约定。喂，
希望你不要太用力弹我额头哦。Effie， 拜拜 ，Tio， 我最喜欢你了。做了多么愚蠢的事，算了，无所谓。虽然跟计划不同，不过也完成了对大哥的复仇呢。哼哼，再会了。啊，已经这个天色了呀，赶快紧走吧，天色都黑了。好安静啊。我还是没能守护任何人。啊，拜拜天友啊。中立，最近好像是算中立结局。升等级还蛮快的耶，十三了。哦，因为打一只有100点经验，所以好。好，我们现在15等了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先存个档好了。这个打怪档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他还是没有。好，看来我们要到更之前的，就是把他也一起提升等级。那只好到很前面咯，好不？完了，这边是哪里啊？这是我一开始卡很久的地方吗？完了，我完全忘记了，这个要怎么过啊？不能再刷它了。我想说可以刷它来赚经验的时候。我们先练到十等。哦，来刷一下怪盗。可是忘记补血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道具，道具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150点。龙之影，哦，先带它会有不同成就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完成了。12等，我们也一样升到13等好了。这样就至少可以知道13等是不是可以通过的。好，13等了，我们睡觉。好，我们13等了，试看看可不可以。邪魔しないで。哦，再睡个觉，回慢些。不小心会睡了回笼觉啊。不过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Plan B 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要把同伙的 Inos 蒙起来呢？是要证明他的清白吗？好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先防御。然后加攻击，然后我们用看一下，哦，比技能还高呢。怎么样？有了有了，不一样的。失败了吗？是我小看了龙的力量吗？是的。是，没事吧？谢谢你了 ，Effie。啊，你还在摇摇晃晃的，很危险哦。什么？我可没打算道歉哦。要道歉的是我。
就算道歉也无法改变任何事了。那样的话也好，我不会介意你一直在恨着我。那个时候我对你们杀了，我对你们几个撒了谎。是指加入帮派的事吗？不，虽然那之后我的确加入了，你知道我左手上的标志吧？然后呢？那又怎样？你是要说比起我们金钱来得更，还要来得更重要的事吗？其实现在也是吧，欺骗他，欺骗别人，借此赚取金钱，累积财富。是啊，的确是这样，因为我必须储存积蓄，毕竟可能会死啊。这是什么一回事？那时候我向黑帮的首领商量了，再怎么说至今为止也随意偷了许多东西，还以为会被杀害，但是那家伙说了，只要付钱的话，这次的事就全部原谅你。妈，那可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啊。难道说你是为了一个人付清全额才加入帮派的吗？对结果来说，是的。为什么那时候你不告诉我们这些事？要是说了，你们就不会从那小镇离开，会要说要跟我一起去之类的吧？会成为你们的绊脚石，会夺走你们自由那种事情，我无论如何都很讨厌。那么。那时候的大笔金钱是刚进组织不久，你就从贷款作为起点跟他们借的，跟他们借是不会给的吧？哦，啊，所以他们还剩了好多疤痕。那个侧腹上的旧伤是什么啊？那时很想把钱给你们，赶紧让你们从那里离开，因为我已经加入了帮派，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得马上有将大笔金额一次到手的必要。因此我在那之后卖掉了一颗肾脏换了钱。哈，我对你们还有你撒了谎的事不道歉不行的，即使是那种地方我也没能完全脱离。把金额还清之后，我说了要脱身嘛，就被集团给修理了，所以我只是找时机逃出来而已。被发现的话可能会被他们杀掉，毕竟那里的首领暗地里似乎跟大组织牵连着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姓名和外观改变，并且不在同一个小镇长期滞留，为此需要金钱。是为了我们？那为什么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会隐瞒着？我至今为止是为何，是为了什么而一路憎恨走来的？没关系，你继续恨我吧，因为对你们说谎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即使被各种家伙说教了，我也为了守护人而撒谎过来。谎言那种污秽物并不是用来守护人类的东西，只是将自己想隐藏的事情肮脏地涂抹掩盖住，为了守住那个东西，为了守住那个而使用的东西，就算被周围疏远被憎恨，也是自己将它涂抹上去的，是自作自受啊。哇，机关我的力量，我不会因此原谅大哥的。直升机，有朝一日我会来见你，决一胜负的。嗯，我好高，太高了，等等，好高。所以我说别往外看了啊。没办法嘛，下次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，让我再多看一眼。真的，视野太模糊了，看不见。别在杀人面前说那种事啊。再见了 ，Tio。他们走了，这样好吗？嗯，因为那是他们所决定的生活方式，而这是我现在决定的生活方式。该不会他们就是那个三人党，他们就是为了
Sarah 想要当怪盗，而就是帮助他选择了当发明家跟技师吧，所以才可以最后从那个坐直升机逃离之类的，还蛮宠他的嘛。这样啊，唉，这是今年最糟糕的事情了。那第二糟糕呢？三天前吃的杂草。哎，有那么难受吗？回去吧。好。那之后，我的力量稳定的回来了，泛滥的谎言也被清理干净了。那个有钱人因为丢失了黄金的秘宝而十分郁闷，不告诉他那是冒牌货不就好吗？喂，艾菲，快点，门要关了。等等，等等我听哦。没了。哦，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戴着一个手腕，然后之后戴手套。哎，没有哎，这个是这个呆毛，这个是那个 Sharon， 这是什么？黏糊糊的小谎言们，好可爱啊！Thank you for playing.我终于能吃掉 Tio 的谎言了呢，所以是我赢了耶。我不记得我有做过那种比赛哦。那个我有点在意的事情， Tio 许了什么愿望换我呢？我对他们说的谎，那些谎言不管过了多久都不可能消失。我想大概是那个时候呼唤了你吧。之后还要继续说谎吗？是啊，如果骗子是老实人，那工作个鬼啊。是吗？那么跟你约定好了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对你说谎。真的吗？嗯，我保证。那么你喜欢我吗？不讨厌。是吗？我也是哦，我最喜欢 Tio 了。哦，好可爱，好幸福，没有对你撒谎，耶、yeah, ，good end。好 ，sit， 一样嘛。啊，有了，稍微变得稍微稳重一点了。然后 Effina 比之前稍微长大了一点，讨厌二位数加法计算。11个月，外表是5岁。好 ，Leon Hart， 希瑞尔，然后特技是变装，喜欢兄弟跟裁缝，讨厌说谎。怪盗 Butterfly 的真面目，因为从小跟 Tio 他们混在一起的关系，行为举止都很男子气概，却是女性。因为过去的事对 Tio 怀恨在心。20岁呢？里面最小的 ，Inos。喜特技开发，喜欢发明跟午睡，讨厌人群跟高处。Tio 过去的结拜兄弟，现在做着研究发明家的工作，只要待在人很多的地方或是高处5分钟就开始想吐。Jin， 特技是驾驶，喜欢漫画跟游戏，讨厌游泳。Tio 过去的结拜兄弟，现在做着驾驶员的工作，笑点很低。Neo， 自从部队多了。做了区分后，变得多余地忙碌的起来，感到一些苦恼。然后，最近喜欢看星星，这个 Iris。然后，能力分析对象，喜欢警旗队的伙伴，讨厌思考事情。能力是能够分析的龙少女，担任警旗队调查部部队长，很有精神，但是太过冲动。好。好啦，那么这一集在这边完结咯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追随。那么我是天使幽灵，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们下个游戏再见，拜拜。